罗子，这个娃子是我家头人开成的，还想请您赏个脸。罗红赤刺，罗子，花姑，罗子，花姑，干什么？给我住手！罗子，这怎么回事？你们怎么带一些？罗子大哥他救过我的命，他是我最尊贵的客人，我不希望你伤害他。黑鸭子，把枪放下，给我走开。谢谢你。我要不是为了你，阿果姑娘真是个好姑娘，咱们欠她太多了。我要是不回来也挺好的，你就可以娶阿果那么好的姑娘了。胡说八道！那我也去死。 当初，你爹临走的时候，你就跟我说，百日之后你就娶我过门。 这个事儿，那个事儿，一拖再拖，你都拖了我3年了，难不成你还要拖我3年啊？罗子，这趟送货早点回来。花姑，我这趟回来就风风光光娶你。行了，你也别跟我许愿了，我也明白，一个事儿有一个事儿的命，我没事儿，我还可以等。 别生气，别生气。这些年我赶脚啊，去了好多地方，每去一个地方我就想，以后一定要带你去，什么好吃吃什么。我家花姑也死了，我早就不想活了。 放心吧，我去给你找黑牙子，你就踏实的去送金子吧。罗子，我准备回家了，我怕罗子回去找我，找不到。罗子死了，我亲手埋的。你是不是疯了？ 你没见到吗？罗子还活着，他还活着。花姑。
谢兄弟了，啊！你看这大喜的日子，你得跟我们兄弟俩喝一杯，是不是啊？就是，来，哎，我来，你们喝，来来，来来来，哎，二狗来了，哎，我们走吧，哎，好，我们走了，走了，坐吧，哎。 金子藏好了吗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关心这个？小心新娘子跑了。放心吧，都藏好了。哦，好。来，罗子大哥、花姑姐姐，恭喜你们。同时呢，也要祝福我，今晚呀，我决定把自己也给嫁了。啊，嫁给谁呀？你要嫁谁呀？嫁给大梁山啊。怎么了？不应该祝福我吗？ 在这儿，他们不是说你跟果姬的小叶丹去送红军了吗？是赤刺让人这么说的吧？阿果，你再好好看看。 脚没了，都没了，全让赤刺砍断了。阿姨，他。
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罗红池子再也不是你以前那个阿爷了，他疯了。阿爷他在酒里下毒，那炉子大哥、花姑姐姐，你是说跟你一起回来的那几个汉人吧？恐怕他们现在都被赤子关到死牢里了，估计活不过明天了。关在这儿啊！干什么绑咱们？阿果呢？你们这真傻假傻呀！别看这寨子小，吃钱王八多。那大头领阴阳怪气的，背后事儿多着呢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连那小丫头片子带咱们仨，这回一个也别想活。碧魔，你是什么时候觉察出阿爷他有问题的？赤子他一回到一寨的时候，我就一眼看出他有问题。从哪里看出来的？眼睛。眼睛。阿爷以前的眼睛亮晶晶的，像星星，现在却像是浑浊的乌云。唉，一个人被关了那么久，变成了这样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阿爷他这么做为什么呀？那是因为我知道了他的一个秘密。大家知道赤子被放回来的消息都很高兴，我让人准备酒席为他接风。可是自打进门，赤子就不跟任何人讲话，我觉得他有心事就去找他。管家，笔魔让你做的管家。阿嬷，就算你做了管家，在我这也只是个娃子。你应该知道，娃子跟蝼蚁是一样的，只要我高兴，随时都可以掐死你。你还会违抗我的命令吗？哦，绵宁县的府院茶庄，报上家侄的名字，会有人来找你，你告诉他。红军跟国旗的小野党快要联盟了，如果他们慢了，红军就跑了。啊！谁？我派人去打探那个福源茶庄。回来的人说，那里以前是国民党蓝衣社的一个联络处。国民党关了他这么久，他现在反而跟国民党勾结在一起啊！我万万没想到他会报复红军。如果没有红军，他现在还被关在国民党的大牢里呢。我们罗红原本跟国际一样，是要去跟红军的大首长结盟，可是赤子这一回来，让这一切
都化为了泡影吧。炳魔，你没有用头人的身份去制止他吗？阿果，你阿爹去世的时候，罗红赤次不在，你和沙玛又一直漂泊在外，所以我才临时接替了这个头人的位置。现在赤次回来了，我就应该合情合理的。 是让恶鬼占据了心呐。是啊，跟恶鬼待的时间长了，自然也就成恶鬼了。动手吧。他怎么没杀了你？也许是因为。 惧怕神明吧，所以，他把我一个人关在这个屋子里，他想让我活活饿死。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这样对红军，能得到什么呢？很早以前，我就听说赤次跟国民党还有军阀勾结在一起，可是我一直都不相信。 这一次，他一回来，我就明白了。他什么都不想得到，他只是憎恨这个世界，憎恨所有人，憎恨关他的汉人，也憎恨把他送去当人质的彝人。现在红军过来，他觉得。 这是一次制造大混乱的好机会，所以，他故意挑唆红军和国际小野丹之间的矛盾，然后，他想借国民党之手剿灭两者，最后，他再亲自剿灭我们罗红吗？难道阿姨他？ 真的服了，但是最想不到的是，你在这个时候带着那几个汉人回来了。由于你的存在，阻碍了他的下一步行动。他接下来到底要干什么？他想组建一支敢死队，然后。 亲自带着国民党去追击红军，可是他万万没想到，你一回来就把他买的那些袜子全都给放了。所以阿国啊，恐怕今天就是你和那几个汉人的结束。 听到鼓声了吧？要处死你们！为什么？别装糊涂了，他就是害死我们管家阿木的凶手，而你们却杀了好心帮你们举行婚礼的阿果，你们这些汉人，都该千刀万剐，都该死！阿果。
人们，我们夷人是神的子民，世世代代都敬仰着神，也祖祖辈辈都供养着神。上千年了，神灵没有抛弃我们夷人，那是因为我们敬畏神。可是那些汉人，他们心中没有神，他们也不敬神。自从汉人闯进大山，给我们带来了多少灾难？100多年来，我们夷人又受了他们多少欺辱？满清、军阀、国民党，现在还有什么红军？他国际的小叶丹还跟他们搞联盟，简直是我们夷人的耻辱。族人们，我们罗侯从今天开始与他们不共戴天。罗恩说的太绝对了，也不是所有的汉人都是坏人啊。我听密魔说，红军的首长就是个好人，还有骡子大哥，还有花姑姐姐，他们也是好人，他们不可能杀阿果的。对啊，阿果有可能是喝醉了，不知道藏在哪儿了，我们都没有见到尸体，怎么能说是骡子大哥他们杀了阿果呢？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是啊，这样说也有道理啊。这个人贪图钱财，杀害了我们敬爱的管家阿木，罪不可赦。他们俩合谋杀害了我最珍爱的阿果，更是罪不可赦。我们没杀阿果，我们没杀阿果。阿果，看样子躲不过去了。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那些死去的人。能跟你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我已经知足了。花姑，时辰到，祭神。姐姐不是坏人。阿果没死。阿姨，看到你心爱的阿果还活着，你高兴吗？赤刺啊，难道你就不怕山神的惩罚吗？比摩，你是要反抗你的头人吗？我不敢，我也不是来反抗你的，我是来带一个迷路的孩子回家的。比魔的双脚就是被罗红赤刺砍掉的，因为比魔发现了他与国民党勾结，要陷害红军与果金小叶丹的秘密，所以才遭此毒手。原来是这样，是这样，是这样，那可是毕魔呀！下这样的毒手，是这样，是这样。光凭你们说，有证据吗？毕魔，你可是敬神的人。好，既然你知道敬神，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让你向族人们还有神明来说出真相。真相？真相就是你害怕我抢走你头人的位置，所以你联合阿果勾结汉人进山寨。族人们，擦亮你们的眼睛，用心灵
来感受神的审判吧。赤刺啊，看来你是不要这最后的机会了，那么就由神明来惩罚你吧。我来证明。阿木，阿木，阿木不是死了吗？没死，没事啊。没事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阿木，头人，罗红家之忠诚的娃子管家阿木回来了，这是天神的安排。我也要感谢你手下留情。我现在就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大伙儿。毕摩和阿果说的没错，给国民党特务的信是我去送的，地点就是冕宁县城的福源茶庄，不信的人可以去查证。罗红次次叫我送一封信，信的内容我没敢看，但是有一句话是他让我传达的，我记得很清楚。你们步子要是再慢的话，红军可就要跑了。这是你亲口说的吗？头人为什么要陷害红军啊？他可是被红军救出来的呀。对呀，对呀，他是被红军救出来的。是啊，就是，就是，就是，怎么这样？为什么要陷害红军？那天晚上，武力家的小女儿来对我说。说是看到这个恶汉人要去祖屋偷东西，等我到的时候他已经把祖屋的门打开了。然你祖屋的东西都敢偷，你就不怕神明惩罚你吗？你们这些彝族人还能管得了我们汉人的事？最后一口气从土里爬了出来，是一把祭神用的银镜子救了我，是神明帮我挡下了恶灵的子弹。我觉得你这次回来会给罗红赤刺带来危险，我害怕他伤害你，所以我回来了。我的性命不重要，但是如果能用我的命来救你的命，那就值了。
你来决定吧。我老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们罗红的女头人，从此你就叫罗红阿果了。老虎是我们彝人永远的图腾，这只凝聚着老虎力量的法器，是我们罗红家之权力的象征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把它交给你，我们罗红家之的未来就全靠你了。你是阿果唯一的亲人，罗红的彝人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，你走吧，把罗红的恩怨也带走，别再回来了。阿果姐姐，你受委屈了。谢谢你，阿果。孩人，这次误会你了，让你受苦了，阿嬷甘愿受罚。哎，可别这么说，起来，起来。要没你，我们早死了。罗子大哥，阿果姐姐，我带你们出一去，送你们去追红军。黑牙子就拜托给你了，罗子大哥，你就放心的去送你的金子吧。黑牙子这边，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。我走之前，想再见黑牙子一面。罗子大哥，我们在缅宁的眼线说，白汉人的大军已经往大凉山推进了，再不快走就来不及了。哎，我知道，就见他一面，耽搁不了多少功夫。大烟抽，你给我一口。黑丫头，你这辈子全让哥给害了。你挺好，你对我挺好的，没事，你给我一口大烟抽就行。你等我回来，等我回来接你回家。你要去哪儿？我去给东家首长送金子。你带我一起走，带我一起走吧，你带我一起走吧。阿果，嫂子。我
求求你，我求求你带我一起走吧，带我一起走吧。骡子，骡子，你救救我，你救我一回，就这一回。骡子，骡子，骡子。骡子，骡子，我们走吧。阿果，你要小心点，大家也要注意安全。嗯，放心吧，果季的小爷丹能把红军送到大渡河，我也能把他们送到的。嗯，阿果，阿木哥，花姑姐姐，祝你们顺利找到红军，早去早回。阿果，哦不，头人，可以出发了。出发吧。早点回来，早点回来。所有队伍集合完毕。老邱，告诉同志们原地休息。是。同志们原地休息。老苏，老苏，老苏，想什么呢？干嘛呀？是不是又怂了？胡闹！哎哎，干什么？走，我怕水啊！你干嘛，老邱？哎，都来！我怕水啊，老邱！你哎呀！哎，你干什么呀你？清醒了没有，老邱？你少说什么！我知道，这是大渡河。太平天国当年石达开20000太平军死在大渡河了，老蒋不会不知道。对不起，我就是有点太激动了。老邱，40000红军一条船，一船就能坐30个人，要想全渡河就得一个月的时间，你知道吗？这是老蒋让咱们重蹈石达开的覆辙。老苏，从打鼓令开始，我就没想着要活着回来。当时我想，再也见不着你跟首长了。可是你看，我不也好好站在这儿吗？你想想，咱们从江西到四川，哪次不是这样置之死地而后生？咱们不也一步一步扛过来了吗？老蒋想让咱们变成石达开，你信了？我不信。唱罢那门书。
浪，迎你风，征途长。